Hello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Capri 诗莹。今天我要做 reaction video，我忍了很久，我一直不要去看刘雨昕最新的表演视频。我看到上网很多留言啦，就说就是舞台很，不是舞台，是表演很炸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我忍到今天，我们一起来看吧。完美的结尾，太帅了吧！他这个 popping 的跳舞。从不退缩，从不困惑，从梦开始的那一刻，一路走过，没有落寞，挥洒的汗水到底都不算什么。从不放弃的梦想，一如漆黑。止的脚步，想要飞翔，冲破层层的阻碍，奔向辽阔的大海。这一切都让我变得更坚强，从不放弃的梦想，一如漆黑一望，从不停止的脚步，想要飞翔，一点一点不彷徨，我要快乐的飞翔，努力实现我梦想。这首歌很感动诶，是在讲述他对梦想的一种坚持，然后不放弃。诶，干嘛啦？两首歌完全不同风格。我刚开始心情是非常激动，然后现在是很感动、很 touch 到那种感觉。糟糕，我就会单曲循环播放这首歌无数遍。青春有你也是进入了尾声。我个人觉得，其实每一个女生都非常非常棒。只要你有勇气踏上舞台那一刻，展现自己那一刻，其实你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。很多人其实都会说，哦，怀着什么样什么样的梦想，可是很少人会真正的去实现。女生就是109个女生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棒的。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频道，我会分享不同的内容。拜拜。哦，对了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